4月11号啊，2021年4月11号2023零四一一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把刚才几个行为都贴一下，这样我就可以知道大概总共有几场。买杯咖啡提神，谢谢。20小时来咯，总场次，然后来额外加一个 bonus。bonus 就是真的打得很好，非常有品，有运动家行为的。OK， 我已经做好我的表格了。OK， 我开始。没事啊，现在没什么人，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哪个分段的时间点打的人才是最棒的嘛，对不对？搞不好现在这个时间段早晨的人，对不对？每天能玩游戏的时间就那一点点啊，我们很珍贵。啊，他们很把握这个，他们反而搞不好会很把握这个玩游戏的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搞不好你想要有一个良善的游戏环境，你就应该在早晨六点的时候打，对不对？这也是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只是我不知道这个统计要维持几天啊，我是不太可能每天都连续打24小时啊，会爆啊。没睡觉，这一定爆。所以连续做个一天嘛，一天一至三天好了，找什么方式。都是在准备上课的中学生，哎，搞不好中学生才是这游戏里面最有品的啊，对不对？他们搞不好才刚发育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心不是刚发育，我说那个心智年龄还正在成型当中，对不对？正在成型当中最纯粹，对不对？最无害、最有运动家精神的时候，搞不好就是中学生哦。哎，我那个国中、高中超级有运动家精神、竞技精神的好不好？啊，如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长歪了，那也没办法。尽量传球给我。你们自己去回想啊，你们哎、欸，你们，难道你们国中、高中啊玩游戏就放推的人应该是少数吧？那个是真的是少数哎、欸，因为大部分国中、高中的人，他们都会很享受这个竞技跟运动家精神的这一块，因为那个是他们为数不多啊，除了念书以外会有的那个。一个元素存在，最北蓝的时候没有吧？我不相信，真的假的？你们的国中、高中有这么黑暗吗？啊，被遗卡了，可惜。被卡烂，哎，为啥啊？为什么这个篮板抢不到了、啊？谁敢哦？干什么？第一场就遇到这种北篮 bug 啊？傻小，没这种游戏，只有天堂啊！哦，我说的不是游戏啦，竞技精神可以体验在很多地方，体现在很多地方。你打躲避。在体育课打躲避球也是啊，打篮球也是啊，打羽毛球也是啊，任何团队竞技的游戏，对你光是跑个大队接力、跑个步，那也都是啊，都是运动家精神的表现啊。难道你们在班、你们国高中在跑大队接力的时候，班上委员说：“我不要，我要放队，我摆烂。”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你们不会？你们大队接力、运动会大队接力不会看到那个？有些班是很强的，一开始冲出去通常都四道嘛，一冲出去就开始领先啦、啊。那二三四名的人不会说啊，干他妈跑不到第一名算了，我们放推好了。不会吧？
大队接力一次都排二十棒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前五棒输了就说啊算了算了算了啊，第六棒开始用走的，不会吧？还是你们大队接力有这种人？就算看到自己要自己的名次，我就是大幅落后，哪怕落后很多，那每个学生也是毛起来冲的，好不好？我说干，我要冲，我要追上去。不会有人说啊什么？我落后一圈了，放推。这场球赛全该我的啦！因为以前没有梅花之丸台可以看，靠北。我自己觉得啊。那个每个直播组做直播都有各自的风格啊，啊，你可以选择嘛，你要把所有放推风气怪在他一个人身上，我觉得也不太对，说真的也不太对，因为每个人是可以选择的，你可以选择模仿他，或者是选择不要模仿他，把他当成是一个个人行为去看，不可能，不然如果每个人都放推都说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画转交的啊，那他也太衰了，那他也太衰了。就像那个什么，之前那个什么，以前有个议员说什么，问路边人说你为什么要骂干爹你啊？然后。他就说什么路边的便利商店的那个那些人就跟他讲说啊，我都看馆长的啊，馆长可以骂干净鸟，为什么不能骂？投球的那一瞬间就知道会进。不要把自己的行为，就是把自己的锅啊，拿别人来当挡箭牌，这、就是不对的。什么干净鸟之父啊，台湾会骂干净鸟的人都是馆长教的，这也不太对，蛮好笑。我是篮板王丁木花刀。来喽，好球！怎样？你不是说我只能拿五分吗？怎么样？看到了吗 ？OK， 哎呦我操！不可能！想不到我们这第一场、啊、感觉打的还不错哎，没有看到特别的演员哎。好猛哦！你不是说我只能拿五分吗？虽然我打的前面打的比较糟糕一点，还没进入状况。有了，很大，但落后又追回来，还不错哎。这场没有什么，没什么演员的成分。尽量传球给我，好球。哎呦，冒到了哦！我走着瞧。干，这个那个赤木一直撞我，好不舒服，好不舒服。怎么样？哎、欸，为啥都吸不到啦？为啥？这么猛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干妈，我在篮圈上还能被吸走，哎，到底是啥鬼？加斯巴安，主播打二十四小时，对我要打二十四小时。OK， 这个哦，这个第一场没有发生气氛行为，赞啦赞啦！但是我的可能是我自己太久没打，有点怪怪的。我们再测试一下，来第一场哦，很棒，没有任何气氛的行为。